trust no one, the streets are mean. But his world that's called Lahore is what his freedom means and more. The woman who brought up the boy, around his neck she put a toy, an amulet to help him find the truth. But it's hiding in the lies, and so he wanders the endless road. The barefoot boy called Kim, he goes into the sunset and follows the dream that he has, knowing he must believe there is someone who wants to reveal all the truth that he needs, until the day that he finally arrives. 吉姆搭乘一个戏班子的大车来到了一座宫殿，宫殿里的王子年幼天真，没有意识到大臣在欺骗他。金姆从灾难的危机中拯救了王子，作为奖励，他得以在通往贝拿勒斯的路上与师父重逢。袭击！克莱顿上校，二十三团全体官兵听候您的命令。省去这些客套话吧，老朋友，你能告诉我你们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吗？你们晚到了至少一个星期。嗯，都怪叛乱分子和洪水。我看这也没什么异常的，要知道平常的印度就是这个样子，我还以为你现在已经习惯这里了呢。长官，实际上我已经习惯了，但我一直在想我们即将迎接的任务，我不想看到它因为任何原因推迟。不，这不会发生的。来吧，我跟你讲一讲我们北方战役的计划。上校，你有没有来自维克多神父的消息？没有。你在等他的消息吗？不，当然没有，我只是随便问问。好吧，这四匹马我付给你五个金币，我先去拿钱，然后去准备茶。待会儿来我家做客吧，克鲁什。嗯，给那个波斯人准备茶和住的地方，请你好好招待他。这个波斯人真精明，不过我认识一些领主和一些英国人，他们愿意出双倍的价钱买下这些马，我会赚一笔。嘿，别再折磨人了，行吗，先生？你没意识到没有人能忍受你的音乐吗？你的眼镜蛇也是，看他根本不出来。因为眼镜蛇在等你，我的朋友。真的是你吗，我的老朋友？嘘。这个东西你不可能看得懂的，它是用上校才知道的密码写成的。你必须想办法把它送到上校的手里。这是我们发现的敌人名单，其中有一些名字让人大吃一惊，你必须尽快把它送到目的地才行。我指望你了。听着，照顾好我的客人，给他钱，让他吃好，住得舒心。他想在这里住多久都行。我要走了。你说你要走了是什么意思？你是想让我觉得不安，或者是妒忌吗，巴巴罗萨？茉莉。我这次离开，名义上是去各地贩马，但事实上我是要去执行一项很重要的紧急任务。嗯，我会祈祷你此行平安无事的。啊。他们在造什么？开始吧。哦，朝新铁路。哇哦。小心别撞到大梁。这肯定就是大桥和铁路的图纸了，真是太棒了！这里还画着火车呢，这真是了不起啊！新的铁路可以让我们在短短几天之内从加尔各答直接抵达德里，我们可以携带任何东西，也不用担心盗贼。我们会像飞翔的鸟儿一样跨过恒河，这是真正的魔法。不，这是知识和勤奋努力的结果。这两样东西正是英国人如此强大的原因。那边的两个家伙，你们离我的图纸远一点，否则我就叫士兵撵走你们。他是谁呀？你怎么跟我们这样说话呢？怎么，难不成你还想留在这儿跟一群士兵打架吗？这样做太不值得了。来吧，来看看，这个工程的确宏大，所以必须有人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他需要很多人流汗受苦。别浪费时间，继续工作，你们这些臭小子。啊，
他们把这些小男孩当成奴隶。在这个时代，命运之轮将英国人置于统治地位。印度人在英国人统治下辛苦劳作，但不会永远都这样的。没错，我们需要战斗，压迫者必须离开这里。枪支和弹药不能赢得战斗，技术和知识才可以。桥梁、枪支和许多其他东西的基础都是这个。我们的整个经济都依靠这两样。印度需要书本而不是武器，所以你要学习，将来变得比一千个将军更加强大。如果有一天印度到处都是受过教育的人，英国人就会一枪不放自己离开这个地方的。他们的后代还要扪心自问，当初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现在又开始喜欢你的故事了，师父。中士到，长官立刻下令让部队检查物资和辎重，我们明天凌晨就出发。你还好吧，长官？我没事，你还在等什么？快点去召集部队。信号是送信的正在找我。别用镜子发信号了，我来了。快说，有什么事？在拉合尔有一个名叫红胡子的阿富汗人，他是一个马贩子，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一份重要文件，我们许多人的名字都在上面。我的名字也在上面吗？我们不知道，但很有可能。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份危险的文件，必须马上把它拦截下来销毁。你说的一点都没错，那个马贩子现在人在哪儿？西边100英里的地方，他正在快速接近我们。我们相信他要把名单交给克莱顿上校，要是他成功了就糟糕了。他想一下子把我们给扳倒，但我已经安排好人手行动了。我要做的就是给他们下令。那只鸟一路上一直跟着我，它像最好的士兵一样谨慎可靠。所以你认为我必须要学习红城吗？那叫工程，先学会如何把名字说对吧，然后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任何领域。真好，要知道我对工程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想像红胡子那样跟马打交道。那你想成为什么？一个普通的商人，像其他人一样吗？难道我刚刚跟你说的所有一切都随风飘散了吗？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抱歉师傅，我在听，但是我看见了很奇怪的东西，那只鹰。我曾经见过他给班尼特上尉秘密的送信。我才不信你这一套呢，编一个更好的借口吧。这才不是什么借口呢，我要去跟着他。吉姆，你立刻给我回来！站住，吉姆！我看见有个人解下了绑在鹰腿上的信件，我猜这里一定是一个客栈，我们可以住在这里，不会被怀疑的。我不想住在房间里，我想像以前那样睡在星空下裸露的土地上。一个晚上2卢比。我跟你说了，还是裸露的大地更好。必须先付钱，要是你们不喜欢这间就告诉我，反正这是最后一间房间了。不，这里没问题，你不用管他说什么，我们只是被震惊了。算你聪明孩子，要想吃饭就动作快。你们很幸运，只要再付2卢比，我就会给你们端上我们剩下的汤。这地方可真恶心。那个就是我看见的人，就是他走到鹰旁边把信解下来的。这两个肯定是他的手下，他们全都戴着头巾，我必须要查清楚他们是不是一伙的。我觉得好困呐，在享受了一顿美妙的晚餐之后大睡一觉太棒了。命令，我们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截住敌人的一份文件。带着文件的人是一个马贩子，是长着红胡子的阿富汗人，来自拉合尔。
他们说的人是红胡子，真不敢相信。东西都带了，我们可以走了。我必须阻止这些戴着头巾的懦夫。我在黎明的时候等你们，别出岔子。你是一个间谍，不过遗憾的是，你没有时间告诉别人你看到的东西了。不，救命啊！抱歉，我来晚了，房间太寒酸了，我都找不到东西可以扔，最后不得不把门给拆了。师父，你不只是一个圣人，你太棒了，你救了我一命。这些马真漂亮，他们是阿拉伯纯种马是吗？不，你说错了，你们还想插手贩马生意吗？这世上的一切我都买卖，最重要的是有钱可赚，所以我和我的兄弟才会去贝拿勒斯去做生意。所以我们很需要你的马来帮忙运货，我的朋友。亲爱的先生们，谢谢你们赞美我的马，但是我已经将这些马许给了一位重要的客户，而且价格也非常不错。哈，我们骗到他了，准备好门槛药。等等，你先别一口回绝嘛，无论他出什么价钱，我愿意再多出五个金币，你觉得怎么样？他们会付钱的，只要我演得到位。我这个提议怎么样啊？能比五个金币更多吗？是四匹马总共还是每一匹？别急嘛，朋友，谈判得花上点时间，让我们坐下来喝点东西，慢慢的谈吧。就是说你们想谈谈细节吗？那是当然了。请各位等我一下，我得去那边看看我的马怎么回事。我们等你回来。别紧张，伙计们，你们听到什么了？有野兽过来了吗？他们听到了拉赫尔魔鬼的声音，是冲你来的。啊，金姆，你在这里做什么？小声点，假装我不在这儿。这三个人对你的马没有兴趣，他们想要你的命。什么？他们知道你有一封很重要的信，会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你。谢谢，我知道了，金姆。让我们准备好行动吧。嗯。我的这些纯种马总是很紧张，让我们言归正传吧。给我倒一杯，绅士们，我们会达成协议的。给你。你们最喜欢哪一匹马呢？为什么问这个？没什么原因，我只是好奇而已。让我们回到谈判中来吧。之前我们谈的是多少金币来着？不如我们等到明天早上再商量吧，大家都累了，应该在意识更清醒的时候讨论。没错，我真的得睡觉了，这趟旅途真是累坏我了。我去马匹那边检查，你从林子那边开始，你负责检查道路。开始辗转反侧了，蒙汗药有时会有一些奇怪的效果，不过别担心，很快就会结束了。去死吧，去死吧，死吧！你是打算这样对付我吗？你怎么知道的？傻瓜也能拆穿你的把戏，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把你的匕首扔在地上。杀了他！加尔，过来帮我！你还在等什么呀？我真是受够了！我要杀了你们！你这个臭小子，你跟你的朋友一起去死吧！放开他！事情也许没有按照计划来，但还有很多时间去做本来应该做好的事。扔掉你的枪，阿富汗人！轮到你回答了，懦夫，你在为谁工作？我不会告诉你的。
我是失败了，但我向你保证，其他人不会的。开枪吧！你真的想让我这么做吗？他宁愿自我了结，他知道自己的主人不会原谅他的失败。怎么回事？我听见了枪声。这些人是谁呀？他们是冷酷的杀手，我们能活下来真是奇迹。是那只鹰，他们就是通过他来传递消息的。你还活着，他肯定会携带着行动失败的消息。就是说，他们会再派人来杀我，或者……你要把密信送给谁？给克莱顿上校，他是唯一知道如何解开密码的人。如果他死了的话，我们必须马上找到他。救！他们要去哪儿？部队已经准备好出发，等候你的命令。好极了，叫班尼特上尉过来。他和一小队侦察兵出了营地巡查去了。最近有一些可疑的人出没，他想要查清楚。在这儿附近吗？我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事儿？你们这群笨蛋在干什么？这里到处都是叛乱分子，分开搜捕。一支小队去那边，另一支去那边。左边，找到他。已经营造出叛乱分子袭击的假象，现在我要做的就是等待上校过来。看来要使用武器了，士兵们都准备好战斗。吉姆，你听见刚才的枪声了吗？但愿在事情发生前能及时赶到。在那里，那只鹰。我们没有跟丢他。停下！所有人小心前进。喂！小心！抓住那个男孩，保护好上校，快！是的，保护好他。有人想杀死他，掩护他。照他说的做。我是上校手下的人，我们是来通风报信的。没有错，他是我们的人。哎呀，小心了，附近有狙击手。看哪，上校，子弹差点就击中你了。子弹是从那个方向来的，你小心。这个爱管闲事的蓝发小子，他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为什么他总是能破坏我的计划？但我还有更多的备用计划，他们赢不了。我们会找到袭击者的，但现在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要先处理。这是给您的信，上校。有人跟我说这是最高机密。你这臭娘！打不到他了，他超出射程了。我现在必须立刻返回营地，请你帮我爬上马好吗？等一下，你注意到没有？这是一匹白马。哼，真是一个又残忍又完美的计划。他们起先想杀掉送信的，然后又想杀掉收信的，但最终都没成功。到头来是那只可笑的鹰耍了我们。上校，我听说你遭到了袭击。啊，班尼特，我的老朋友，是一场伏击。幸运的是，这些勇敢的人来保护我了。哼！啊，这个男孩和我是老相识了。那你是谁呢？我叫吉姆，我来自拉合尔。啊，拉合尔的吉姆，那么这个就是你的全名了吗？不，我姓奥哈拉，我的全名是吉姆奥哈拉。啊，上校，我必须提醒你，这个男孩惯于撒谎。他偷了一枚勋章，让我看一下勋章。嗯哼。嗯。啊！我跟你说了，这肯定是从某个士兵那里偷来的。你胡说，这是我父亲的。你怎么能够证明呢？
是我颁发了这枚勋章给奥哈拉中士的金伯利奥哈拉，而我常常会称呼他为金姆，跟你的名字一样。你的父亲是一个勇敢的士兵，他也是我的好朋友，他的死是沉痛的损失，他是在执行任务时遇难的，也许跟我一样遭遇了伏击。他迎娶了一个美丽的印度女人，你的母亲。你还不会走路的时候，我跟你玩过，感觉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简直就像是上辈子的事情。长官，外面有人要找一个男孩。师父，上校认识我的父亲，是不是很棒？看，长官，他和一个乞丐一起旅行，很难想象他怎么会是奥哈拉中士的孩子。因此你才欺骗我的吗？你承诺过会把他送到圣萨维利奥学院，结果却把他送进了孤儿院。长官，要知道圣萨维利奥学院的学费非常高昂，这个乞丐怎么会付得起呢？所以我觉得军方孤儿院才是最正确的选择。没人要求过我让我给他付学费，如果你们怀疑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把钱给你们。师父，你生活得非常简朴，一直都睡在地上，其实你的衣服里一直都缝着这么一大笔钱。这都是善男信女的钱，他们想要在五条大河发源的地方建造一座伟大的寺庙。但是现在有一座更重要的寺庙要建，它叫做金姆，一个有着伟大前程的男孩。请把您的金币收起来吧，我会让他受到最好的教育的，这是我欠他父亲还有欠他母亲的，再说了也是他刚刚救了我的性命，现在我就把你当我的儿子了。你跟着我到德里去，你会在那里再一次看到儿时玩耍的房子，并且你还会在圣萨维利奥学院学习。看来我们不得不相信预言是会成真的。哦，是的，但别忘了，命运还有许多变数呢。